大家好，我是亲戚。今天收到了我网购的这个黄毛掌，来拆箱看一下里面的苗钱怎么样。大概是3块多，4块钱不到的一片，大概带根的5公分左右的黄毛掌。因为我觉得黄毛的比平时普通的更可爱一些。不知道它这个苗钱怎么样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它这个里面是用这个大包的，有放这个珍珠棉。哇，这个好迷你啊！看一下，看它是这样子的，感觉好像也还不错，但是比预想的小好多，不知道能不能养肥。有带根系的，看，应该不止5公分。还有一颗，看一下，哇，这个比较划算，我觉得，虽然个头不是很大，但是它一下子有发3颗，就是用这个珍珠棉，这个上面有带3个头，不知道这个黄毛掌它的刺扎不扎人，反正我是戴了手套，应该我估计是扎人的。你看它这个根系呢也还蛮旺盛的。其实像仙人掌科的这类的不带根也很容易活，它什么生命力都很顽强的，看还不错吧。就是这里一共才不到7块钱，然后这个上面有3小片，这个上面也有3 1 2 3 4，这上面还有4个小仔。我来量一下它的高度，看一下，这个有7公分，看这个有10公分差不多，然后这个也有8 9公分。这次还是挺满意的，不管是从包装啊还是发货的速度啊，苗情啊，都是感觉都挺不错的。这个呢等我有空的时候呢再给它上盆，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购物经验。每天分享养花小知识的亲亲，如果喜欢我记得点赞收藏转发分享出去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